我没喝醉，我说我喜欢你。原来不是孤男寡女。哎，顾总，周建清啊，周建清在哪儿？看见了。哦，加油，加油！嘿，嗯，好巧啊，你们也在这儿啊？我们学校社团来鹿门山采风。那不如一起。顾总，您来了。我来了。你们今晚也在这山顶露营？我们还真有这个打算，也刚好是一天一夜。没错，太巧了，太巧了。哦，原来这团建是假的，监督媳妇儿是真的，顾总真是精明啊！陷入爱情的男人真可怕。顾总。就是顾总。有抢这个吗？哎，这个怎么开啊？哎，这个筷子谁啊？筷子，我要这个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不，这里多出来一份，要吃吗？哎，可以啊。你们这员工餐挺丰盛的呀。不行，感冒的时候好像是不可以吃海鲜的。吃一点应该没关系吧？不行，青青，这海鲜是发物，你小心你感冒会变得更严重。哎，要不我们来帮你解决吧。来，咱们吃。哇，这好香啊。青青，你尝尝我亲手做的豆豉猪蹄，特别好吃，好香啊！这里面有豆豉，应该是辣的，生病的时候不能吃辣。这辣椒根本一点味儿都没有。那也是辣。这个我们帮你解决的。哎，你给我！太香了，太香了！尝一下这份煎牛小排吧。牛排也不行，牛排是油腻的，生病的人不能吃油腻的东西。哎哎哎，这个我们来，我们来。我吃。青青，这是我亲手做的坚果蛋挞，你快尝尝，我自己也特别喜欢。你这卖相看起来真好。这是甜的，咳嗽的时候就应该少吃它。我不咳嗽。怎么样？可以啊。顾总，您玩吗？一起吧。您反正也不喝酒，应该也不会跟我们一起玩了吧？别刺激他了，他的胜负欲强都可怕。说什么呢？你要是累了，要不先回去休息吧。谁说我不玩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14、顾总，我替你换。不用，我来。哎，哦，好酒量啊！
不要，那我们挨刀，四刀砍死你，一刀砍死你，三刀砍死你，啊！啊！走了。在想什么？连玩个游戏都要争输赢，还跟张颖一个小孩子较真。我喜欢你。顾南舟，你给我醒醒！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你喜欢我是真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这么说的话，我会当真的。周建清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他只是喝醉了，说不定连你人都没认清了。这不能代表什么。我没喝醉，我说我喜欢你。对你深深我喜欢你。在意哪怕是徒生距离守护关系也许有顾南舟，你不是一直都喜欢江劲玄的吗？干嘛要说喜欢我？吴南舟，你醒醒！吴南舟，吴南舟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到底喜欢谁啊？